在这儿虾。来一个减脂的酵素果冻。吃完美食，来一颗酵素果冻，排脂排油。去皮大虾。虾头，这个是虾油酱的虾头，超级超级入味儿。给你们来个尝尝，超级好吃。加馅大虾，先来一个小苹果，
小龙虾刺身，剪一下吧。特别的新鲜，脑袋里还是全都是肉，来一个小爆头，没有沫呀，看看这个有没有沫，腊八蒜酸甜口的，微微的辣。就是不能吃辣的人也可以吃，几乎没有多少辣味，但是不是一点辣味也没有的。看看这条鱼没有的话，能不能爆出沫来？没文化呀！这个腿儿拿去炒了吃了。